喂，说起来，这次封官大典还挺让我刮目相看的，聂怀桑竟然办得不错呀。原先他主动请缨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铁定要搞砸呢，毕竟一问三不知的。哼，我也是啊，谁知道他居然主持的不比那蓝旗人差呀。怀桑，今日齐刀了吗？春风穿浪，携春枝柳叶，追寻谁家小少年？有春絮落发间，小婉来寻谁家燕？只将新绿铺山间，明珠江州夜穿新乐言。此间少年无不言，江湖若舍刀与剑，不如与我谈诗篇。怀桑，我前不久从清河来，李大哥还问起你的学业，如何？今年可以过了吗？为我提山巅，斗山日月怀桑喜好风雅，最近说话如此甚好。无人青山山锁一院，我心江湖江湖久未见。做家主不需要此仙仙，江残海蓝边，番外有卷。聂怀桑，你的刀呢？聂怀桑，你的刀呢？聂怀桑，你的刀呢？大哥！周瑜枪出凌风催引出火人千卷，不洒如血当痕尽满面。轻轻一曲火气尽上弦，阴阳两个骨肉仍相连。本为夜和仙，雨也敢作红颜。华山边背后，怀桑，你可真不错啊！哼，我居然是这样栽在你手上，好一个一问三不知，难怪了，藏了这么多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怀有一剑，看墨十年，藏锋银芒，醉醒花鸟间，可知一字落盘卷，清明皆雪烟。他日比他云月惊蓬莱，何为我仙剑？当今不平，只是幻山河周边。山河周边。
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